这一集出去确实有让很多人吓到，我女朋友看那一集，她就说：“你竟然不信？我一直把你当姐妹耶！”我才发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在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性。我想哇塞！我当然就是比较霸道一点。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